Now News 今日新闻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亚伦。Hello， 我是宋米奇。因为主要是因为Puma这一次有做了很多的联名款，然后也让很多的时尚进入了运动的元素，让很多喜欢运动的人可以一边运动一边让自己看起来很时尚，但是又不会失去运动的功能。我自己大概坚持了两年多了吧，到现在健身这件事情，然后除了习惯以外，也要配合饮食。那再来，你就可以更要求就是你身上的一些时尚的单品，因为你在跑步的时候，其实看起来也比较舒服，自己看起来心情也会很好。尤其像对，比较不会太丑。对，像明星如果常常去跑路跑，观众也会看到，或是民众一起路跑的人也会看到他身上的一些时尚的元素，会让大家对运动又多更多一份期待，跟更多一份好的心情。通常是做瑜伽比较多，然后就是State Warrior 就是一定要去看的，对啊，因为我之前是 Laker 的粉丝，然后但是因为 Kobe 退休，所以现在改支持 Curry 这样子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，我当然会更希望去自己独立的生活嘛，因为其实工作这么多年，身边其实很多的工作人员都会 take care 你的生活，那会让我多多少少，比如说。好险，就是慢慢的开始学习，然后我觉得借由这次进修的